后就看了一句就有鬼，我要探索这里。你存在哦，水火同源，看来我来到台南观子岭了。啊？我在吃什么？我刚刚讲完过啊。好了，不要叫什么 O B B 秀，叫什么阿拉比秀。O B B 秀，自己还会改编呢。很讨厌你们。你才讨厌，你全家都讨厌哦。大叫吓到我了，好妖媚的声音哦。一直在叫。雷达。一阵电话，你可能要把那个 BT 关掉。对啊，我也觉得我哎、欸，真的我虽然说我不敢说我真的付出多少干嘛，但是至少我对你们讲话，就是我在回你们 FB 讯息的时候，我算客气了，你知道吗？啊、我算很客气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拿给别人看，他们都说天哪、啊，你也太好了吧，对屁孩不用这样了，你看有没有？啊、是不是？啊、不用叫我玩指令啊，那个看起来就有鬼。对啊，不要叫我玩指令，也不要叫我玩法师不玩，我也不玩。阿拉比修，哎呀，阿拉比修！我找到神怪砖，我找到神怪砖，毒蜘蛛的，挖掉，挖掉。娘娘娘只会乱叫。阿拉比修，哇、哦，飞起来！你看有没有？各位观众，不用跳就可以上到二层楼高的那个。好娇媚，要千万别对我客气啊！要丢，斧头可以丢了吧？也是可以。Ben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禁止啊。香港，你还要帮买？下载手机版地图，我没有，我手机版地图我没有。哎，原来，哎，你从哪边过来的、啊？你旁边。原来是相通的，是不是？阿拉比秀。纯粹 TP。好帅哦，飞起来啊！我飞两层楼高。看看你谁啊？棒！再一下，再一下，再一下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喜欢喜欢。哦，すごいね、素晴らしいですね。爽，咬真的是太客气吗？那咬可以粗鲁一点。我要你好了啊，你不要再讲叫我这个咬做什么了，对吧、啊？很好奇，咬都不会生气吗？对一些不友善的人，其实他生气了，没不是啦，不是。我跟你讲，早期我会觉得很烦，就是同一个问题。阿思敏有这么厉害？同一个问题一直问我太多次，我会觉得很烦。就是什么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咬你今天要开台嘛，然后我明明每次都说，哎，我开台的时候，我开台前我会发预告，所以你不要担心。然后就还是会有一堆人来问，之前我就很烦，然后现在就想说，啊，没关系啊，你问几次我就回答几次啊，我人最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来比谁比较有耐性，对不对？咬可以粗暴一点，我喜欢。讲什么啦？观众都是 M， 对啊，我觉得观众都是 M， 被越闪越开心，有没有？奈何糖植物，没关系啦，都有人来我的专业来问你会不会开台，而不是问我会不会开台了。哦，你就跟他说，不好意思，本大神，哎，女的要讲什么？本大侠吗？还是什么？啊，随便，本大美女，今日不爽开，妈的 fuck， 滚！瑶，你今天要开台吗？瑶，你今天要开台吗？你是不是欠 Ben 啊？我打多少台面看？有一次我就跟法师说，你知道我现在最常遇到的三个问题。来晚不会找我再开台，你就不来晚。还有你他妈的，你再给我讲一次那个指令，我就把你变成鸟。你看你看，有没有法师都你他妈的出来了？我只会讲你他爸的。法那个、啊、不要打我，你的手会痛。是真的会痛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之前有一次那个我就跟法师叫瑶不要唱歌，也不要变女生的声音，你家人会骂。啊、哦，不要怎么样？你咬我，你叫你家人来看我台啊？啊，怎么样？哦，啊，法师这里有好多矿物哦，我们今天就这样实况，我们今天就这样实况好不好？想啊你，法董，看我打，不好意思，我打错一首歌了。法董市长，我们今天就来这里挖矿好不好？知道你就不要宰骗了，我先讲。啊，不会哦，我们今天来这里挖矿好不好？不要拿泥土点我，法董好心饶命饶命。哦，法董快没了啦，法董，我今天这圈圈那应该不算咬明眼，真要讲话而已，咬娘你是坏，我跟你们讲。法董，我今天第一次来到台湾开台啊，我觉得台湾的创世神好好玩欸。你还不用去了，他已经死了，我已经看不下去了，气死我了！法师，那么你喜欢这个声音还是这个声音？要是那个你家人根本想说你这个他们这在看什么台？不然看实况哦，你就把你去摇一边看，会顿得很严重的话，你看是不是网络问题？不然你去摇那边看看。什么摇吗？我儿子坏了。摇看下面有没有看摇台有没有正常，如果正常，那应该是我的问题啊！各位观众，你们喜欢这个声音还是这个声音呢？你不要再传，怎么尖叫把影片了？你不要再传了，我求你，拜托！衣服爆了，我的法师们，哎、欸，不是法师们，观众们啊！
猎杀加表演啊，没关系啦，要不我就啤酒，我跟你们讲、各位观众们，你们喜欢这种声音还是这种声音啊？闭嘴。M 是什么？求解释，拜托。M 就是别人越欺负你，你会越开心的那种。M 就是 N 的上一个 ，L 的下一个。字母的 D A B C D 还算再算，要秀还拉惨。啊？是这是第几把？咬他！哦，你们真的是哦，咬走都疯了。你们在那边，我在吃鸡块。你们真的是哦，我快受不了你们了。把腰还给我，啪啪啪啪啪，嘎嘎嘎嘎。哎、欸，有岩浆哦，上面嘎嘎。哦，我真的需要冷静一下，救命啊！哦。发动，你把我灯关了。刚才要吐是因为有这种声音吗？我也快吐了。哎，嗯嗯，第十三个有等有啊，刚还没讲完。有一次我跟法师抱怨啊，我就说观众最常什么观众最常问我的三个问题：姚可以给我你的 LINE 吗？姚今天有要跟法师玩创世神吗？姚今天有要开台吗？然后就法师就把三句综合起来：姚，你今天有要开台用 LINE 跟法师玩创世神吗？有没有？哎，这是你打的，你还骂？超白目的、欸、M 的意思就是摇滚啊，什么鬼？第十三怎么动你第十三个啊？我有在做事啊，我有在帮摇顾啊，就是顾他后面。好、啊，没关系、啊，你在看谁的台用谁聊天室？你真的不要再跟我抢，我求你们。什么法师？我在看摇台，但用你的哦。我求你们跟我讲这干什么啦、啊？你不讲我也不会知道啊。哦，随便啦、啊，看谁台都没差，你们看得舒服就好。哦、M 是第十三个，好 ，L M N。M 是在位于英文字母的第十三个位置，它是麦当劳的标。麦当劳，你要不要说它是麦当劳兄弟的缩写啊？麦当劳兄弟。对啊。兄怎么地啊？哎，有箱子，哎，有搞，哎，这把给你好了，我刚做一把了。葡萄柑橘子可以丢，又想留着。不要，哎，剩下给你拿，剩哎有铁镐，有铁镐。我有超看到一堆拿来应有的，是没错。有这头蛮可爱的，刚刚我的设计师也这么说、欸，他说其实这样剪还蛮可爱的、欸。那是因为你可爱啊。对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看瑶台就很舒服，有翘脚。对啊，你看是不是？我也要翘脚。不行，这样你们会发现我没穿裤子。啊、哦？裤子哎、欸，我有穿内裤啊。还是瑶面前就当个点吧。复制东西就用滑鼠中键去点它那个滚轮。点那个东西，对对啊，真的会觉得暑假开台，你知道真的会觉得暑假开台特别累。我刚才讲出来了，你要不要让我讲啦？我说真的会觉得暑假开台特别累。我告诉你为什么好不好？因为好的观众啊，好的观众就会一直帮你说话，铲掉那些屁孩。可是当你去应和那些屁孩的时候，好的观众又会不爽，你要超难做人的。然后你去骂那些屁孩，屁孩会不爽，他们会说啊，那、啊、什么什么实况组都这样啊，都凶人啊，干嘛？永春的干，上面我永春，我叶问呢，你唔知哦、喔？哎，我可怜哦。对啊，然后那个什么，厦门关了。你去应和那些屁孩的要求啊？哎，你东西都没吸进去，你这边就跑走了。然后好观众就会不爽，然后你去应和那些好观众的要求啊，屁孩就会更不爽。可是事实上，屁孩是大于有理智的观众，因为他们人数实在太多了，我杀不完。不会怎样，基本上你没做什么就不会怎样哦。对啊，鬼门开了，校门也快关了。校门关了就惨，应该校门开了。你东西有吸走了吗？你吸走了？欸、放出来。你吸走了吗？吸走了。啊，太好了。你要控野，然后裤子是没被烧掉，不过他自己没穿就是了。什么鬼啊 ？M 是 MC 什么？他妈的！不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啊，我刚烧的那个东西嘞。哦，这里。这不是陆地拆一间。真的，说日文，你看有没有啊？我要的是嘿啊，すみません啊 ，my Japanese is very poor 啊 ，poor Japanese， 哈哈哈哈哈哈，公司的 quality 啊，不，你要我讲什么 ？my 霓虹哇啊，那还是讲英文啊？私は日本我真的不会讲啦，不要逼我啦，日文怎么讲？日文怎么讲？对啊，你是问日文怎么讲，还是问日文这两个字的日文怎么讲？
哦，可以天天放小馬。我想像那个高那种东西耶，因为自己们都讲的 NPC 半砖哦，有啊，早上屋顶是半砖的。半砖的，你说那里？摇的屁都很，摇的屁我都一直都很大啊，你们都知道。什么法师？你是什么知道摇的屁？哦，欸，这里还有啊，你没有看完，地上先看完再去看屋顶啊。地上先看完。天上风筝在天上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。好，说广东话，台家好，我系 U 诶，我你台我唔到啊，啊不要丢啦！我一直很想学日文的，可是好懒。阿伊维欧背完了吗？平假片假。阿伊维欧，卡字已经完全几乎忘记了。卡卡 K 库 K 口，我的胸甲爆掉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爆了哦！这是有胸肌的男人。你身上还有空间吗？我们先将军有蛋蛋。你空哎、欸，这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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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看，给你啦，给你啦！哎、欸，有关哎哎、欸欸，有香港的观众是不是？我刚刚讲那句雷，为什么要选那个、啊、雷台国母斗啊？没事，我刚念那句哎。在场有香港观众吗？或是马来西亚听得懂广东话的？因为我刚讲那句，有人把它打出来了，好厉害！擂台国母斗啊，我会讲怪怪不胆猪神魔吉他，我是学来的。啊，不然呢？你语言不是用学的，那不然你要怎么那个嘛？自通。你现在是各国语言都讲吗？啊，欧啦，我香港，哎呦，还真吃薯条，还真的有。肚子有点饱。台高好，我还有雷台公头，对他打出来了，好厉害哦！这个是 Ryan 教我的，哎、欸，来自香港的 Ryan WS 神魔之塔洛达队传奇玩家 Ryan。都你啊！霓虹蛙一的一啊！未来时间轴怎么搞？我怎么觉得未来？一的是噶，一嗨哎嗨一的是一的是啊！你那边挖一挖都不，哎、欸，我是没有捡起来还是怎样啊？我不买了、啊。哦，我对哦，啊，我所以我才要丢东西给你啊！你这个给你好了。我想听这个，你刚刚那个怎么念？三步摇共和国的语言哦。学那个要干嘛？胖肉包。啊。大人，大人大头人呐、啊！只要是成员都会讲一句“摇好帅”。这是第几集啊？我也不知道切上 YouTube 会是第几集，你们看到第几就是第几吧。哎，你会不会合起来？哎、欸，小如安安，多讲就会了。对啊，语言这种东西就多讲，还有你每天用就会了。我怕都有多讲还不会的。黑素食啊，黑素食，他跟我说，他来到台湾，他来台湾已经第十年还是第十一年了，可是他只有中立了。他只有第二年和第三年，就是前两年跟前三年在学中。啊、我救不了你，已经没救了，你赶快走。你到底要不要让我讲话？我就跟你讲好了。讲去香港不用学吧，应该也不是那种语言吧，我结果不是那个香港沟通。我说黑素沙他来台湾第十一年了，他只有前两三年在学中文，接下来他都没有再学了，可是他现在中文讲得很流利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每天都在用，所以语言这种东西你只要学吗？哈？那、啊、这个意思就是每天都在学这种感觉、啊？不是，他是说有没有去上课那种感觉啦，就像你会去上什么英文课、日文课啊？他说他只有前两三年在上课学习，然后之后就没有了，就是因为天天用哦。对啊，我真的快崩溃，你们都不让我讲，你都不让我讲话、欸，真的是哦。不想跟黑素食。你要不要让我讲话？你讲话，你讲话，你讲话，点咪啊？你讲话，怎样啦？安，三不摇共和国语言只有摇好帅，是不是？你看是不是？米拉要学起来哦。你妈妈娘家，对啊，语言很重要，环境也很重要，环境会造就人，环境会造就人。摇婆婆就没救，我讲过几次了，哎呦呀！环境会造就人，人也会造就环境，但是环境影响人比较大。摇完啊，摇好吵，那把声音关小一点好了，真是的。人家不讲话，他们就说：“姚，你今天怎么怎样的啊？是不是不高兴啊？啊，姚，你都不讲话、啊，影片不好看啊！不要看你的话，去看阿神老皮的啊。然后你看，你看话多一点，话多一点哦。姚，你好吵啊！各位闭嘴啊！啊，你看你们就是犯贱嘛！哦，抽凶的。姚是在聊天啊，不是碎碎念啊，你们哦。
看一台就是要讲过啊。对啊，我觉得三票共和国也是米拉奥在左右。因为我开无声实况的时候，我不是开，我是录影而已啊。对啊，你们这样我很难做人。实况主不讲话不是很奇怪吗？还在自言自语，还好吧？对嘛，是不是？常剪头发还好啊 ，Hebox 好烂，会吗？我都好久才剪一次头发。我觉得今天骂一骂之后就没有观众了，太好了。应该耶，太好了。好啊，都不翻包，都不翻箱子啊。反而希望，我反而我把铁稿拿走了。希望有理智的观众留下，这样。究竟是有铁稿，明天还在啊？给我骗你啊！姚究竟在生活在什么环境下？我生活在三步遥控回国之下，由米拉团长的带领之下。然后之后他们就会开始写，原来米拉是团长啊，没有啦，我讲而已。米拉，你还在听吗？我只想把你调出来。米拉出来，不要两个礼拜剪一次啊，喂。什么两个礼拜剪一次？两个礼拜剪一次的话，女生的话还算正常吧，因为女生的头发长很快啊。对，人家不是你。女生头发长很快，我当然在。那你有刚说听到我说三不了团长是谁吗？啊，去死吧你，他已经听到了。那么多。哎 ，no。我不理智，我离开。不会啦，哈。你要真的太棒了！你存在，弹很快还是有多快？够不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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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？哎，这个小智障在那边对着吕波掷傻眼，吕波掷傻眼，就是你丫头！够不够快？够不够快？我才不会走嘞！对啊 ，Emily 都在帮我讲。摇这种东西就是那个 no。别急着走，如果你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的话，觉得好笑、幽默、有趣，那你可以给我一个喜欢哦。如果想要追踪我的影片最新动态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订阅。另外，如果想要支持我们团队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粉丝团给我一个赞哦。谢谢你的帮忙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